那建一个长久副业，轻松上手，每天花一个小时发邮件啊，发这个营销邮件，月入10000的一个项目，这是一个长久稳定的项目啊，可以长期操作，利用闲暇时间发送邮件营销邮件，累积客户，赚取收益。作者会从这个注册推广工具，找到自己的推广链接，寻找商家，以及如何给商家发邮件，一步步给大家详细的实操讲解啊，大家看看。这是下载之后3节视频课，包括项目的思维导图啊，思维导图需要的工具，还有3节视频课都有详细的讲解，原理、实操以及项目的扩展都有详细的讲解。如果需要百条课程的话，大家同样打开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址，然后搜索标题的关键词，比如说是营销邮件，就可以下载百条教程了。